然后我现在有点相亲的感觉。也不是想，是想做完没？有点怕。你爸牙有紧张哎。现在我要开始打麻醉针了，所以我现在我想要讲最后一句话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动。我是 Jasmine。OK。今天拍这个影片就像你们标题见的那样好了、啊、可能你们觉得我很刷骨，怎么我连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我都要拍一个影片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，所以我就想要就是讲说纪念、做个纪念样子、好像是给一个美女纹身师纹身啊、哦、因为我今天我要去纹的东西是代表那种有纪念性有意义的啊，然后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讲纹什么东西啦啊 ，OK， 所以呢我就当作想拍个 vlog， 然后讲说就拍起来就做个纪念哦 ，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废话不要讲多，我们就准备去见那个美女的纹身师啊啊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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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你不要美 ，OK OK OK OK， Let's go， 耶、yeah! ！现在我们、没有人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，它是在这个 T Lab 的这边这个门的楼上，你们就可以找到了，哎呦。很紧张哎，我见到美女纹身师了，现在，我现在有点相亲的感觉。很有 feeling。不懂哎，体皮纹身，公众是怎样？嗨，纹身找那个谁啊 ？IG 有问啊，其实。OK。紧张哦，看来他紧张的脸。哎呀，美女！最怕的东西是什么吗？就是哦，嗯，不是啊，就是你要做一样东西，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哦。然后你还在那边等我啊？你心情又叼着，哇！我现在脚在准，以前不是很喜欢做的没？结果现在怕，用我们那种男子不怕，我们这种 man 的。哦耶！好像来呀，要到我了。嗨啊！行，可以可以。你这个脸。这边的话是 OK 吗？因为那时候是男生搞的，可以是吧？就这边。我想问你，你看过我的影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没有，我其实不是你的影片没有看，我其实很少玩 Facebook， 也很少看 IG。哦。在这种时候，就是专注在工作。我里面放个你可以查出来就好了，没有你啊，查出来就好，你就看这一步就可以了，看这一步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不用看，啊，其他的不用看，比拔牙还要紧张哎，来，你要我带你左手，左手，你要把手表拆掉。现在我要开始打麻醉针了，所以我现在我想要讲最后一句话是，没有的打麻醉针，没有讲笑话了。所以现在我要躺上这个床，来做我最后的仪式啊。要盖眼睛啊？腰啊。是不是第一次看到我整个人很像很含蓄一样？我真的不跟我讲哦。做这样子的事情，我不会后悔啦，因为毕竟是做个有纪念的东西嘛。我现在躺着给美女服务。哎，不是，我躺在给美女纹身。你肚子要收起来会看到。喂，我躺肚还来大的话，就不要一直讲我肚子，现在我跟我讲话来。我现在很期待那种感觉。我先出来一个点，给你试一下，你不要管。OK。就类似那种感觉，可
是真的是哦，哎呀，这种东西太……现在已经是好了的，因为一定很好奇我闻什么东西。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了，那、啊、看到吗 ？XV.XV.XVIII， 你们应该不懂什么意思哦。这三个就代表着我爸到我妈还有我的生日日期。有一个东西哦，现在很想讲，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纹身多少钱，纹身有什么可以介绍我？嗯嗯，这两个是没完全没办法回答的问题。纹身多少钱？纹身你要纹什么？不知道哎，你不知道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。对，这样纹身有什么建议要纹？你想要什么？就像我看中的东西跟你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可能他也不一样。我们三个可能我们看中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嗯、这是很正常的。哦，这种东西就得叫你去个隔壁店，你去问那老板娘吃饭多少钱。那东家吃什么饭？有鸡饭、鸭饭，什么饭都有啊。你要不要加饭也不一定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是说讲那个。问你要问鸡饭？不是啦，啥、啊？纹身过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借口什么的嘛？最好是不要吃到鸡蛋海鲜哦。鸡蛋海鲜啊？还有鸡肉。鸡肉。超哦。通常想纹身，正常的修复期是一个星期，好了过一回潮。嗯、哦，这样我一个礼拜不也吃鸡饭了？现在一个礼拜不了啦，可以啦。终于可以了，所以你们可以来这边找琪琪纹身工作室。等一下我就会放 link 那些东西在 description， 你们自己来。跟你讲，你要把我送你啊？啊，真的、啊？你们一定要来懂吗？送我，你们一定要来懂吗？琪琪纹身工作室来啊！啊，我会放 IG 啊，我都放哪一边啊？啊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对，谢谢。你可以讲看你这边联络方式，除了 IG 还是什么吗 ？IG 会比较好 ，IG 会比较好啊。因为我的作品全部都放 IG。啊，你们可以去参考，我会放上来的。你们可以找这位美美的小姐姐啊。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其实纹身没有什么并不好的东西啊，只是想要做一个很有纪念性、很有意义的东西来给你们看多一次。就是把我们一家人的纹身都把它纹上去了啊，然后你们也不要觉得纹身就是坏人。OK， 所以这个影片我知道你们会看到很煎熬啦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应该不会喜欢吧 ？OK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呢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有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不要去忘记 follow 他的 Instagram。OK 啊，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